就从了我吧。你往哪儿跑？是拿什么呢？姨娘催着要炭。姨娘也真是，这么嫩的小手叫你干这粗活，这比刚来教方司的时候这手粗糙了好多呢。哼，这么美的姑娘干这种粗活太不容易了。嗯，来，哪儿去？王管事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这孤男寡女在这偏僻柴房，你觉得我能做什么？你该不会以为我要跟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吧？哎，腰挺细的嘛。你不要过来。我就喊喊，你大声的喊，这伙人都在前面，这后院只有我跟你，你就算喊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吗？你就从了我吧。你往哪儿跑？